口罩放下来。你在指谁？戴口罩。你在指谁？你在指谁？啊？戴口罩，我问你，戴口罩，我问你。我问你在指什么吧？你哪里人？我在指什么吧？我问你哪里人？是你警察，我告诉你，我叫汪静杰。管你什么汪静杰？不是女装飞坐711。哪里人？不要以为在这耍流氓，哪里人？所以你无法无天了。哪里人？我问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叫汪静杰。为什么不戴？为什么不戴口罩？711。为什么不戴口罩？我叫汪静杰。为什么不戴口罩？女装飞坐711。为什么不戴口罩？汪静杰。不是女装飞坐711。为什么不戴口罩？我叫汪静杰。不是女装飞坐711。警察局。我今天得回去。去派出所看。我要回家，我凭什么去派出所？什么法律？你告诉我什么法律去派出所？现在逮捕令拿出来！现在请你去派出所！拿出来！现在请你派出所！回家！劝我现在要回家！劝你戴口罩你不戴！我没有口罩！没口罩为什么你出来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是不戴口罩出来，我是健康的公民，我有创新权。为什么戴口罩出来？国家宪法规定的，我们出不出来？国家宪法规定的，公民有创新权。戴口罩！你们想在这里挑拨？你跑过你没惹我，把我带出去出来。带回去。啊！保持距离，你凭什么碰我？保持距离。带回去。你凭什么躲？你再来。这个女的一路上慢悠悠，那我从那出来看她，她在公园里。我跟你讲，你不听，现在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。